嗨，各位同學，你哋好，我係津理學校數學科嘅老師，我叫做 Oscar Tam 喎。嗱，嚟緊九月啦，我就會開 regular course 噶啦，咁包括咗有中二啦、中三、中四、中五同埋中六 M2 嘅。嗱，咁特別升中六嘅同學特別留意喎，因應大家同數學嘅程度嘅差異啦，咁其實你睇翻個章程都應該發覺得到噶，係咪有一個 Level 4保證課程同埋 Level 5嘅保證課程啦？咁其實就因應大家同學係嘛，你嘅目標啦，同埋你數學嘅程度噶喎。同學，如果上過暑期班的同學應該都很清楚㗎啦嘛。喺我每堂嚟講咧，有一個課程特色係咩㗎？係咪每堂都一定會俾功課大家同學㗎？嗱，唔好睇少呢一份功課喎，係嘛？因為呢個功課其實咧，如果你勤力去做嘅話，根本好多概念咧喺功課裏邊咧，你絕對係可以學習得到㗎。嗱，根據我以往經驗咧，我相信如果你勤力做嘅功課嘅，基本上係唔會有一個學生咧係唔會冇進步嘅。嗱，咁上過堂亦都應該清楚另外一個課程特色㗎，係咪好多時候我都強調咧一啲計算機嘅運用，譬如我會教大家同一啲好快的方法啦，係嘛？點樣可以求到兩點之間嘅距離啦？譬如坐標，其實基本上大家都可能聽過啦嘛，篤機就可以做到。其實我亦都喺課堂上面同大家同學分享好多程式㗎，咁透過輸入呢啲程式咧，可以將啲計算過程咧大大簡化㗎喎。好啦，嗱，咁亦都講講我課程嘅特色啦。大家同學如果有留意嘅，其實我所有課程咧都係真人教授嘅，唔使多講，我相信大家都清楚啦。真人教授有啲咩嘅優點呢？第一，真人教授透過眼神交流，其實我教咗咁多年書，好肯定可以睇到大家同學係跟到定係跟唔到我上堂嘅節奏噶嘛。當然，咁我亦都可以適當地調校我教學嘅速度嘅。第二，有時打堂喺堂上抄嘢，真係可能未必可以抄得切嘅，係嘛？咁如果真人教授嘅話，咁打堂落堂亦都係咪可以問我攞翻啲手稿去抄翻咧？嗱，第三呢、這個亦都非常之重要嘅，打堂唔需要將啲問題帶翻屋企喎，係嘛？喺課堂上面遇到有咩問題，係咪即刻落堂可以問翻我？到下個禮拜同學可能已經唔記得咗問喎，但係唔代表個問題會消失噶嘛。好啦，呢度我相信亦都講唔得太多噶。同學請你click入津理嘅網頁，睇翻我嘅 course outline，regular course， 見大家。